个问题问他。在后台你喜欢谁？最喜欢我师傅。除了他，于老师吧。除了他俩，我行吗？我好吧。除了你，除了我，除了我师娘。除了你师娘。你什么？我们觉得你就是我们后台的人啊！我是谁？你爱谁谁？你爱谁？我恨你！你说我的名字，你会死是吗？哦，月哥，我跟他没说月哥吗？我跟他没有说月哥吗？我这么喜欢月哥。除了师傅，你喜欢谁？我喜欢月哥。